你先顾一下，讲曹龙状况较好啊，你应该当甲放心啊吼。以后吼，你得免咧三工两工，甲恁走来病院啦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曹龙状况较好，我就免来甲看是无？啊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哎呦，你也看曹龙真好啊，啊，毋过你即摆有心，定定来病院，对你也无一定好啊。啊，好是有着你好，毋是安尼讲的，啊，若讲一下，你又可无欢喜啊？ 好啊，我自然就欢喜啊。好啦，你有欢喜上重要。好，我知，反正是过。爸，啊是啥代志啊？有人检举讲你妈咧洗钱，我即马要来需要一撮。妈洗钱？爸，这敢是真实的？ 所以，生理拢你妈咧还，我毋是真清楚。听讲检察官也有正有证据，也袂袂安尼讲。而且，你妈即马用血压紧变啦。所以，我今仔就需要一撮解讨论，过紧入去看你妈了解一下状况。妈一定是有人报的。爸，我甲你做伙来去。阿红，我看吼，你也是莫去啊。 你若是甲爸做伙进律师，嗯，到时阵吼，你的情绪一定伤过激动，安尼对你的身体无好啦。阮妈即马在互人受啊，我做查某囝，哪有可能无去关心？操拢倒伫咧北床，无你去操拢去是无？毋是啦，我是惊你的情绪去受到影响啦。你是惊我讲，我去影响到我巴肚内底的囡仔是无？无好。 我当卖去啊！你去，你甲爸做伙去找律师，你若想办法，帮阮妈平安无代志。自从阮家互人调查，曹龙在个家内底，互人拍到出代志，你从来都毋捌出手斗相共过。即个是阮妈，你敢毋免转去叫阮妈，啊，佮有大哥，请因找人来斗相共。 你莫阁甲我讲，即个你嘛无法度处理哦。毋是啊，你要我斗相共，上无应该互我先了解这代志到底是甚物款的状况。妈若真正风波，我嘛较好甲阿妈、甲大哥开嘴啊。他是讲毋是，你无爱处理是无？这个代志你免管。爸，少侠是囝婿呢，你想要做毋免管啊。 我拄仔甲律师通过电话，检察官会甲你骂受啊警告，表示讲有遮有重要证据，啊，袂安尼做。坦白讲，我毋知讲你妈到底有洗钱无，所以我才叫少强卖管。这代志咱牵拖到业界，若我对人失礼，你又搁较歹做啦。爸。 免做噶，你知第一出代志，刚刚我上小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，从龙起码搁第一病床。假使讲嘛，真正互人掠去关，咱倒着真正落件煞掉。你敢真正想要看到阮家变甲安尼？好啦，啊无，我再甲爸参详看卖。 你莫找阮爸来动，你做人的囝婿呢？恁太太后头事出代志，你敢有要处理？好啊，我都已经讲这代志莫牵拖着叶家声，你听无？伊在变讲少强，你伫咧嫌伊无好，来我问你，你这做人太太，你家己做了安怎？少强自头至尾拢无讲排斗三工呢，伊搁一直烦恼你巴肚这个囡仔。 听到伊安尼讲，你袂感觉歹势？爸，你莫遐尔想去对阿公话啦，可无代志啦。你妈即个毋是话紧见，代志应该无遮尔简单。我叫你莫插，毋是凊彩讲讲的。我为阿公，我欠你一家。
我更加无希望，因为妈的代志，伊在恁家含头你夹袂开。爸，我错了，我呢，咱就是一家人啊，莫让咱生分啊。而且，我嘛不想要让佮对我失望啊。我回去了，一定甲阮厝内底人好好参详，你放心啦。我希望你，莫只是讲好听话我听，我无法度佮对你失望啊。阿芳啊，啊你平常时啊拢安尼对待少强的啊，轻声讲重话呢吼，你唔惊久来？少强对你捣蛋，爸，我巴肚内底有囡仔呢，伊敢无需要把我厝内底的人照顾好势，莫让我烦恼。你搁敢摕你巴肚底的囡仔咧要求少强哦？我先拢袂当要求伊啊，敢讲我有做啥物对不起少强的代志是？啊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好啊啦，爸，阿宏讲你无唔对。啊，这囡仔本来就是阮两个阿母的责任嘛，阿公安尼要求我嘛真合理啊。好啦，恁两个莫用安尼冤家啦。哎呦，爸因为照顾长龙归来，有较忝嘛，伊若是忝身体就无好，你替我送爸回去。另外律师遐，我另外搁介意的呢。好啦。阿芳啊，你若要处理这个代志，莫想过头。阿哥，你若要找斗三工，你就要找对人，阿无愈误愈害啊！李光伟，我有代志，想要拜托青面女郎。你要请青面女郎救你的妈妈，来付出代价。你万一提啥物事来告我，你家己要想清楚。只要能救我妈，啥物我拢愿意。那是青面女郎爱你提叶少强的。爱你囡仔的命，甚至爱你的命，你嘛愿意？当然。讲到这是两回事啦，你还是想想不清楚。不管安怎，我还是请多谢你。你自细汉在外口流浪。真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妈无法度接受你。你今仔日愿意牵线，和我甲青面女郎见面，和我会当家己拜托叫我妈，我真正是想袂到。牵线是斗三工，嘛是报复。青面女郎无你想的遐尼简单。真贵了，想做爱贵啊！这是拜托千面女郎的规矩，连规都拢无愿意，要安怎叫恁爸？啊啊！等一下头莫摇开，看到伊的面，你就夹袂出这个教堂。叶少强的太太曹凤，我会跟伊讲，大家
都知影千面女郎是传说中的总监，什么代志伊拢会当处理。我想要拜托你救我妈，你要用什么来跟我讲话？我看你爱啥？哦。我想要来的东西都会用的是吗？告诉说那是我的名也会用的，现在能给我妈。我想要在的是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说叶少强大叶集团手头的股份，你跟我办法了？有。你妈有白讲，做会到就讲。只要会当救阮妈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做到到。啊，若无，千面女郎会当提早阮母仔囝的性命，当作是对我的处罚。你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做遐尼侪未记事的代志。所谓报应，拢发生在你妈的身躯顶啊！欠的遐个囡仔，你敢有迄个面，把囡仔洗落来，互恁爸妈抱？股份摕到手才来找我。啊，对啦，你要互恁妈踮伫内面偌久，就要看你的表现啊。人哪会知影我甲杜神爱的代志？你想要知影什么代志，就一定会知影。你唔免意外。你想要赶紧想办法摕到股份，阮头家无啥物耐心。这我知。我唔是咧甲你讲生笑，你的性啊已经开始倒数。啊，搁有，这是你私人的代志，莫去影响到我甲叶少峰的婚礼。啊，若无我袂放你走。你现在是在烦恼你跟叶少峰的感情，还是烦恼钱你摕不到？这是同一件代志。你对叶少峰感情真无感情？这跟你无关的。你上好感情哦，莫放这么重，较要去影响到我的计划。你得好好做你的假新娘，莫在遐行走。